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妙。那我们今天再继续玩我们的 Bordado 啦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加个赞哦，订阅我寻找的最新影片。So，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老赖吧。第二种减50的素材，使用收获代替材料购买道具，所以是跟购物狂一样，然后不能出售武器。每次有一款减100素材就加1的伤害，每次有一款减100素材就增加1点敌人伤害。减200的 SP， 你将持有一个平静的兔子开始，你将持有一个危险的兔子开始，所以变成说我们到后面可能都没办法刷死你，因为我们是用收获结算来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材料就减一个50%，就变成说我们到后面只能用兔子在刷死。所以以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我们打近距离伤害之类也会比较好，因为很多近距离的东西都是白色的，我们比较容易拿到。就你吧，雷光刀。哦，好久没打雷光刀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前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找好我们的武器，至少拿完6把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波要做的事情。八很不需要，反正。我们都被扣得很惨了，我就不需要了。其实一个手里剑不错，拿个手里剑吧。信号棒不需要吧？肥料我就不需要。指甲卷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。我觉得平静的兔子不需要，我们应该很难升级，因为它减一个200%。我觉得我们需要拳击手套。OK， 眼镜可以拿。树木可以拿，再得200武器，求你了，我们快没钱了。这里再得100武器，啊，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感觉我要完蛋了。OK。哇！我看一下，我们需要31块。我去哪里找那么多钱出来呢？这边还是没有，我们再刷新多一次，还是没有，完了。加开跟减速度，我觉得不需要吧，走吧。我们少100武器。好难哦，然后我外面在做装修，不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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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加一点运气，看能不能来好一点的那个道具之类的。我就6块钱，我就小猪铺嘛，没有买了也没用，我买一个炮台。哦，又多一个手底剑，赞！幼儿，我觉得我们哪我会死掉哎，算了。哦，请一铠甲我就不要吧。我赚好多，这个世界你在赚。啊！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可能被不知不知影响了吧。我觉得我们哪一点范围好像也不错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木炭啊。木炭对我们来说有用到，两个属性我们都会用到。弹弓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拳击手套我们拿，雷光刀我们拿嘛，对不对？加多点的运气我觉得不错。手底剑我们拿一把，再刷新。伐木工衬衫、地雷我们都可以拿，刷新。哦 ，OK， 2把我们需要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剩下的东西我们都买完，那我们就可以免费刷新一次。这边没有我们需要的，我们再刷新。这边也没有我们需要，我们再刷新一次。这边也没有，再刷新。哇塞，都没有哎。
我们增加我们的 HP 吧，然后再增加一点我们的 HP 再增。请问你们怎么看？完全没有我们要的东西。而且我感觉这只有点难打。好，扣吧扣吧，这个我们可以先拿着，手底剑赞，加暴率可以，加暴率，爪子术可以，地雷可以，哦，爪子术是减少我们的 HP， 可是会增加我们的近距离伤害跟我们的暴击率。那我拿什么啊？地雷，哎，地雷就是每几秒在地上放一颗地雷。我们要拿什么？换什么东西没跟我们说？舌头的话是增加我们捡取的那个范围，然后猴子的话是你捡取素材的时候有机会增加一点 HP， 可是会减少你的范围伤害。还什么？我应该都有讲过的吧？我就拿不拿地上的东西都无所谓了。可爱猴子我们可以先拿这。哇，我居然有升级！行，那我们拿多点伤害，炮再拿起来，胶带我就可以拿，刷新，兔子可以拿一个吧，这些其他东西我们都不需要，走吧。还那一只兔子是你升级的时候可以免费刷新，是这个模组的道具，哎，平常的话是找不到的，这个要先说。这里我们先拿个暴率，折下卷拿起来吧，加紧速度，我们把我们速度补回来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蝴蝶，要拿蝴蝶吗？我就可以拿一个，走吧。因为蝴蝶会减我们的属性伤害，所以我还很纠结，我到底要不要拿？要拿一个以防万一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中文男人，男人，我来了，等等哦，这怪很凶，有我打死啊！这边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拿吧，胶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拿多一个，刷新一次，加多点运气，这边我们再刷新，雷光刀嘛。像宝宝今天可以拿一个，其实白旗我们可以拿，少点敌人其实也不错。再拿多一个雷光刀嘛，异变我觉得我们不太需要吧，走吧。因为我们这场主要就是能打死怪生存下来，到最后一波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所以生存会是我们的第一首选。我们怪打多也没用，反正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的素材就是注定是负的了，还倒不如减少一下我们的那个数量。因为我被他们打一下我就快死了，对吧？不需要收礼剑，拿雷光刀，减我们速度，减我的速度可以。我铅笔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起来，我们可以免费刷新一次。哇，我的攻速有点微，收礼剑。我觉得锋利子弹我们可以先拿一个，皮革背心可以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个有那么晚拿完刷新，
酷包，手里先拿。那我们这边也拿完，刷新。大裂嘴我们可以拿，增加我们的血量。然后甜酱是消耗饼被点起时有 20% 几率会造成爆炸，然后造成我们的血量伤害，我们也可以拿。需要减点范，减点属性，可是加速度加加范围我们可以拿。咖啡可以拿，奇怪的幽灵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拿看。这个会减暴率，我们暴率目前多少？我不太想拿减暴率耶。行吧，我觉得暴力再减下去会有点不太妙。我们是靠暴力在吃饭的人。OK， 看哪里有那一个蛋就先打。第七波就不是问题。然后开，为什么东西要买完？是因为你买完东西过后，你有一次免费的那个什么，免费的刷新。现在是需要那个免费刷新，其他东西不需要了。这里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升那么多级？哪都很近距离伤害，暴率，帅事情，近距离伤害，环击器我们拿，金属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，疤痕不需要，刷新。哦，我很喜欢这种全部都是武器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可以买完刷新。温和异形可以拿一个，因为它会增加我们伤害，增加我们的 HP， 加一点敌人没差。好，可以的。虽然说我们的属性很奇怪，但还行。这大只，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可以打死哈姆？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。但是，好吧，可以打死也是好事情。OK， 现在是赌哈。这样我们是赌打死他们，他们会不会掉箱子这件事情，素材什么的不重要。好厉好厉，好像没啥问题耶。我们这样打为什么？晶片不需要。话说为什么我可以一直升等啊？再拿多一点运气，金改良工具可以拿，眼镜可以拿，减一点回避，加一点属性伤害，我们可以拿。银色子弹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对敌人造成更多伤害，加多点攻势，加范围，减一点铠，减一点那个什么，减一点盖个盔甲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拿那两把武器阻碍了我，我们没有武器可言。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获得 SP 是减200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收获减算也是扣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用复数在增加经验值。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，这是唯一的解法了。所以我们还是有办法在升级，所以拿那些获得 ESP 的那一个。素材没有拿获得 ESP 的那些道具，反而是在害了我们嘞、欸！哇，降金的吗？我有点震惊了。所以你玩这一只，你不用怕你拿不到经验值，你只要把你的那一个收获结算搞成负数，你就会升等了。升等更多数目可以拿，向上铠甲，选。背包要拿吗？背包不需要。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勋章我又不太想拿。可是被我们拿完的话，我们又可以再刷新多一次。行，拿完吧，刷新。雷光刀、辣酱，加多点攻速，减一点伤害，不要，没有用到。地雷、急救包，哇哦，
捡运气，可我捡运气有点难过。幼儿拿一个吧。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喜欢拿幼儿，因为我很讨厌。你们不懂，当你死在幼儿的手下太多次之后，你就觉得说幼儿这种东西根本就在害自己。就随便打。但是我是不理解为什么以我这种反面，我可以把全部怪打完这件事情，我表示十分的神奇。我反面其实很烂，你知道吗？我反面贼烂，你看那个伤害才九趴，竞技伤害才七，锁定伤害才一。等等，有扣的血量越多，我们升等的越快。加12发伤害，加更多的攻速。爪子是我们拿了，弹弓不需要，仪式我们拿嘛。增加伤害，象宝宝可以吧？金属探测器不需要，金属探测器反而会增加我们获得的那一个素材。哦，不需要获得素材。哇塞，我现在是连这一只东西我都打死了。为什么这套连木乃伊都打得死啊？我都感觉我这套贼烂欸。我都已经做好我可能什么东西都打不死的那一个打算了。再买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。你们可以掉多一点的木箱吗？我需要更多的木箱，木掉更多的树木我们拿，这边我们拿一点回避。加上我解说我们不需要，医疗炮台可以拿，背包不需要，刷新，触手可以拿，所有零件可以拿。哎呀，你不要再给我武器了啦，我刷不了星啦。我现在希望的是，我商店全部都是道具，我管它有没有用，我会全部买下来，那我就可以刷新商店了。哎呦！竟然打我很痛。不是，我现在就85%哎、欸，我的暴率还不够哎、欸！救命哦！救命哦！我看到了宋文然的男人，好，谢谢你。箱子是我们的首选。棋子我们可以拿，皮革背心我们可以拿，燃料箱其实可以加多点攻速 ，sure。小本杂志减少我们的伤害，我们伤害已经够低了，可以不要再减少了吗？可是这边我可以拿完哎、欸，拿呗。加回避，加一个死亡保护，保护生效后消失。加 X 死亡保护，受到致命伤时留一点生命值，三秒无敌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着。加多点的速度，减点范围，我觉得 OK。仪式我们可以拿。小小肌肉帅哥可以拿，虽然说会减一点范围，但是我们范围还蛮高的，所以我不担心。然后又是两把武器卡着不让我刷新。所以我们现在加多少伤害啊？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加一个15的伤害、欸。
我们的负债好高哦。但没办法弄到什么负债破万之类的，还蛮难过的。除非我站这打，我不去捡，那还有可能一点。没问题，反正我们的那一个手底垫弹也是会弹到树上，所以不用怕我们砍不了树。这我们可以拿，都会用到。这里加多点运气吧，加多点攻速吧。我想加攻速。哇，这里面一个可以拿的耶，绍兴。口袋工厂可以拿，花园可以拿。哎呀，不给我刷新啊！有什么东西比没法刷新还难过吗？我就应该没有。别靠近我，别靠近我，我都不想动了，别靠近我。那棵树要不要打了？我看到上面一棵树，谢谢。你们再不打，我可能就冲上去打了。加回避景铠甲可以拿这，加工程写减速度可以拿这吧，反正我们工程学还蛮多的。那我们这边再加回避，这边再加铠甲，我又补回来了是吧？发电机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这边我们拿完它吧。不要，我就这两个不太想要拿，算了。雷光刀可以。哇，我没办法刷新，我真的好难拿的观众。我只能靠我家武器在那边弹。打吧打吧，我都让你们打，我都让你们剁我。可是我就是不动，我不想拿到其他素材。谢谢你们，可是他子弹好像都打不中我哎、欸，我都站着没在动了。减暴力不要，刷一次，加放回伤害，再刷一次。这里呀、啊，我们拿一点伤害。拿铠甲吧。哦，危险兔子！我看到了光，我大连打，我每秒钟都三点伤害。可是我没办法卖武器。我想想，我可以下锁子。我没办法卖武器，不然的话我会下哪哈？我先锁这吧，我们先锁这好不好？我们等下再看。我知道有些人想要看大镰刀，想看很久了。我试试看能不能玩它哈。我没办法给保证，我没办法给保证。为什么我会说保证？还是要先看一下，我们还有直播，就不担心。大镰刀，大镰刀，表，看一下有急救箱。OK， 好，这我们的
我们的每秒回复 HP 会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，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。话说那棵树到底几下砍掉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一直看着右上角的那一棵树，然后想说你怎么还不砍？你怎么还不砍？你怎么还不砍？小初步满不需要，哪多点暴率？马铃薯哪？磨刀石要哪吗？要吧，算了。没有一点属性伤害就加一点工程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。卷血，减范围加伤害，我们可以拿。加爆炸伤害加爆炸范围减伤害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。因为我没有地雷，我刷不到武器，我刷得到一个雷光刀，我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那个哥哥，我都已经站着不动了，你不要这样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们继续站着不动，主打就是一个不动，才不要捡那些素材。可这样的话，我的再生要到30滴，我才补得回来耶，对吧？有点麻烦。但是麻烦是可以解决的，铁钻，哇塞，你这是哪里铁钻？去哪这？我再看看，我再看看铁钻补什么先。哦，可以耶，来了，你们要的东西来了。三叶草，加多点运气吧，你也拿起来吧，背包不需要，是吧？雷光刀不需要，向宝宝来吧。酸性，酸性可以来吧。我需要多一点的 HP 先。啊，不然我觉得我全部会死。嗷嗷！幸好我没拿到三项之力。哎，其实你说他会。多少伤害耶，等一下，我很快就补回来了。哇，所以我其实拿这一个东西好像也没啥问题。秒，OK， 没问题。我6000多了哎，这个我们拿起来吧。减运加速度减运气，我们可以拿这个。我觉得我们拿着好了，我不想增加多一点的我们的那个什么。我们东西就是要扣智慧，我们可以拿壁虎宝宝可以拿，算了。地雷我们拿，黑妖代表拿，绿我还会加经验值，加再生我们可以拿。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拿啦，一个背心，刺猬可以拿，这个我们也可以拿。虽然说不知道他会给什么，但是给什么就给什么吧，走吧。我们能实现吗？不能欸，来不及。哎呀，我想说我们能不能就是一个负债10万，负债10000，有没有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觉得来不及。太迟啦！太迟啦！姐姐，我不行啦！
我一想，我最后一波要怎么打？子弹镰刀，子弹镰刀，我觉得我会先打。哎，不行，他不给我卖装备。对呀，他不给我卖装备，各位观众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们扣的钱越来越多，这可以拿吧？再拿吧，这个我刷金石，加铠甲吗？不需要，加伤害，加攻速。哇，我们攻速有点快。玻璃大炮拿，哪时候不拿的？你说对不对？这个拿起来吧，刷新，加伤害，减伤害，减收结算，减铠甲。哇，我这个拿起来我会不会死掉啊？点76了，我觉得我就直接嘎了。你就包可以吧，来吧，加小肌肉帅哥可以吧，好，走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给你们看，敌人伤害加76，我伤害加76，所以我目前伤害是193。我被他们打一下，伤害应该会很痛。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说：“你打打看你就知道了。”我试试看，我看不到，我负债9000呢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线上先到此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按个赞了，然后订阅，寻找我的最新影片。感谢大家收看啦，See you， 拜拜。